这案件一发生哦，我们本级女局长啊，及指示台北市刑大大同分局成立专案小组，并启动数位战情中心，啊，还有台北市的鹰眼小组，对嫌犯来线啊进行全面的追查。啊，虽然嫌犯已经系上投案，啊，但是我们从昨天一直到现在，很全力的在追查这幕后的动机跟可能的共犯。他在犯案前开车到现场，大概现场等候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他在见这个受害人下楼之后就驱前来开枪射击。就是犯案之后把车子停在宁夏路，啊之后请有人请他太太再通知有人把他开走。动机的部分啊，我们会查证相关的一个事证啊，再做厘清。嫌犯的背景啊，我们也有清查啊。那现在在制作笔录当中啊，那如果有进一步的状况，再跟大家说。他是到分局的时候啊，以为是大安计程车过来啊，后来这个我们调阅监视器啊，厘清相关的一个行车动线之后啊，发现掌握他的一个相关犯案的过程。才确定他是开车到这个宁夏路这边之后再步行来到我们分局来投案。